赶紧开始吧啊！开始啥？他一会儿就回来了。谁回来了？我老公。谁？哎呦我的妈呀！干啥呀？干啥呀？你喊啥呀？大哥，这不行啊！不是你，我就是你隔壁邻居，我想跟你家借头蒜。借蒜呢？至于付出这么大代价吗？对不起啊，大爷，蒜吓我一跳！哎呦我的妈呀！大哥，啊，你咋回来这么早呢？大哥，啊啊，我明白了。哎，你认为那大哥呀，啊，晚上再回来呢？我是你大爷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小伙子，啊，你胆儿真肥呀！你上人家来干这事，你还带着行李你？大爷，算。啊，算哈。哎。啊对，哎，你等的就是他，啊，大爷，祝你俩平安吧。啊，谢谢大爷。您好。您好。我说你怎么才来呀？你电话里不是不着急吗？我都要急死了。还是个急性子啊！那咱们开始吧。等一下，你是什么价位呀？啊。全套3000。过年不打折吗？2700。能凑个整吗？2050。成交。这怎么算的账啊？那咱们在哪儿啊？就在这儿，客厅。行，我明白。嘿，哎，那咱们就开始。尊敬的顾客，您好。啊，你好。我们呢是 O2O。我呢是您的厨师，也就是您下的订单，在这里啊，我们 O2O 有一个宗旨，只有你想不到的，没有我们做不到的。还有一句口号是艾瑞森椅子怕吃饱，椅子怕吃饱。哎呀，行了，我特别着急。那咱来个快的。甜虾可以生吃。你要是这么做菜，我只能给你50。明白，热菜。猪蹄儿，这个好。哎呀，猪蹄儿好。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加点情调。嫂子，你搁哪儿呢？我姑姐在卧室里头以泪洗面呢。啊，你这样，哎，你就站这儿，我一会儿呢从卧室把她请出来，然后你就给她。哎，人呢？这个。哎呀妈呀，搁我们家衣柜咋还撞衫了呢？哎呀，你听好，隐蔽式拍摄啊。对，一会儿就这样，只要一哭你就给特写啊，妥妥必须放心吧。媳妇儿啊，我来了呀。鱼要几条？就一条。去阳台砸鱼。
这是什么情况啊？这怎么？这是什么情况啊？不知道你跟衣柜里咋那么调皮呢？啊，没在卧室，我估计在厨房呢。你等我去厨房找找啊。于老师，你等会儿我。哎呀，阳台冻住了，怎么办呢？要么从卧室过去吧，卧室和阳台是通着的。好的，走。我是不是摊事儿了？哎呀妈呀，你怎么这么调皮呢？咋还改了低级位了？站起来。没在厨房，我估计在阳台呢，你等会儿啊。尤老师啊，我问一下子啊，咱家除了嫂子不能有别人吧？那不能有别人呀、啊、那不出事儿了吗？再说了，要有别人，这家丑让你瞅着了，我不得弄死你啊。哎呀，那啥啊，我有事我先撤了啊。哎，不啊，不是你还差俩镜头没拍吗？你我好像是拍着了。不能，我还没找着我媳妇呢，你等会儿我去阳台瞅瞅啊。阳台门冻上了。你咋知道的呀？我猜的。真有想象力，我先瞅瞅去啊。大哥啊，你就搁这站着啊，别动啊，一会儿你肯定能看着。一分钟一趟，一分钟一趟，可欢乐了。那个，要不你去卧室瞅瞅？我猜的，我猜，嫂子在这儿应该在卧室呢。我刚才去卧室了，没人呢。相遇这种事儿，就跟中奖似的，不是回回都能中的。这回我能中奖呗？你等着啊。一会儿别忘了，一哭你就给特写啊！哎呦，我找找你，媳妇你在哪儿呢呀？领导，下面这段真人秀得老刺激了。哦，你给我滚出去！哎呀，你谁呀、啊？老公，你怎么也给我滚出去！哎呀，你谁呀、啊？哎呀，中大奖了呀我、哎、哭了，给金姐，别拍我呀，拍他俩，说怎么回事。老公你误会了。你先闭嘴，你是谁？上门服务 O2O。 你等着呢，一会儿我就给你 O2 了。你说老公你都3个月没回家了，你是想让我理解你呗？3月没回家了就给我整这出啊？今天你要不给我说明白，我手里这条刀鱼它可不是素菜。说三哥，嗯，我就是来做饭的。你给我做饭呀、啊？啊，你给我做饭呀、啊？啊，你会什么呀？大哥啊，虾呀！老公，虾呀！虾呀！大哥，老公是虾。不敢当着面骂我了呀？我是虾吗？我啊？这破玩意儿用你做，这不生着就能吃吗？不行，这个理由太牵强。那个大哥，有热菜，这猪蹄是给你做的热哦，还有这个刀鱼都是给你做的热菜，我就是来给你做菜的呀。他真是来给你做菜的呀？真是给我做菜的呀？嗯。哦。那为什么从卧室出来的呢？哦。对，给我找证据。哎呀，站那儿，想跑是吧？进来。我家轮得着你开门？找谁？那啥，我不找你。嗯，我说你俩还平安呢？没准是干啥呀？啊，你冲我挤眉眼干啥呀？我跟你说，这回我来，哎，我就接点葱啊，我就劝你俩别等到晚上，听见没有？等到晚上堵住，堵。你说你老堵着我干啥呀？这根葱的主人没说借，你就敢拿呀？妈呀！嗯，户主回来了啊！小伙子，大
哎呀，我可啥也不知道啊。嗯，刚才我来你家借头算，我一进门，你媳妇就冲着我什么？你咋才来呢？啊，当时我都想起《聊斋》里那狐狸精来的。完了，紧接着就是这小伙子拎着个箱子，咔咔咔咔就上来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可没说他晚上要搁这住啊。哎呦我的妈呀！哎呀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小伙子，大爷是过来人啊。你听过那句话没有？是，有钱没钱，逼婚过年。啊，你不是，这个是你得冷静，你们两边都得冷静，听见没有？大过年的，一切事儿等着过完年再说。大爷，哎呦。我谢谢你给我提供了佐证啊。嗯，刚才大爷说的能不能成为成堂证供？能。嗯，大爷，哎，家里还缺啥自个儿随便拿吧。那个我就别拿了。嗯，我估摸着一会儿你们可能得分家。我就别算我这份了啊。走吧。哎，我今儿我跟你们俩拼了。哎呀，我哎。不是，我跟我说这个真不行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消消气就得了啊。我一切事儿等着过完年再说。妈呀，刀鱼，舟山的吧？哎呀，还过完年再说？你告诉我这年我怎么过呀？我呀，老公，你要是相信那老头，我就跟你没完。你闪一边去，你这那秃秃，你给我过来。人家是凹凸。你别呆了，你这秃秃过来，来一块儿。上五年，过来，说大哥，你干嘛呀？这是大什么哥呀？往哪儿搁呀你啊？行啊，依你所说，你是给我上门做菜的是吧？好啊，敢一个人做菜，说明川鲁粤淮扬你是样样精通啊！今天我给你个机会，来向我证明你是厨师。哎，我先给你打个样。说一道法，骨肉相连。行。平民刀法，烧烤必点。精彩，太精彩！人家是暗器，敌了算卦，你这是平牌，整根爆炸。你倒是控制点儿啊！好好的一根黄瓜，这家让你乖的，呸！可哪都是。你在厨神尤老师面前还真挺放得开。他要是厨神，那我就是中华小当家了。厨神尤老师，尤宪超。嗯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嗯，你是不是疯了你啊？你是不是傻呀？你让我在厨神尤老师面前做菜，我怎么？尤老师，作为行业链顶端的男人，我想对您说一句，说我俩有事儿。嗯，啥时候的事儿啊？就现在。有啥呀？你别管。凭啥呀？哦，哎呀妈呀，承认了呀。啊，行，一人扛了，我欣赏你。哎呀，我不欣赏啊。呀，那个妹妹啊，我要是认了，尤老师能打我吗？这得打。哎，打我一顿，也就是消消气儿。我还能跟他解释，如果说我要跟他抬杠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厨师职业生涯就此终结了，以后我连拍黄瓜的机会都没了。陈若勋呀，啊，我算是听明白了，
你一天到晚你个蔫儿作蔫儿作的，你要干什么呀你啊？你找个厨师给厨师做饭，弄得厨师不敢承认自己是厨师，你要干什么呀你啊？你天天你涂个毛线呢你啊？你说你涂，哎呀，你涂个什么呀你这是？哎呀，老公，其实特别简单，就是那一年吧，我在飞机上认识你，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咱们俩的生活过得特别的着急，我每天飞来飞去，你刀光剑影。我们忙着恋爱，忙着结婚，忙着出门工作，忙着回来休息。你做了那么多的宴席，回来还要给这个家做饭。每年，人家都已经难忘今宵了，咱俩才在这张桌子前坐下来开始吃饭。今年我就想往前提提，最好